Oye, bebé.这副牌组也不是我组的啊，是那个 X Void。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发音他的名字，是他组的。然后他其实组了很多很不错的法师牌，很多很不错的法师牌组。唤醒元素找一轮来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事啊？我应该要赌没有第二张自设吧。先打复杀者的话，下轮可以感觉可以保证切开山林，让你知道感觉比较好一些。哦，降一费好像可以先切，可以浅壁切。哦，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。OK， 对面机械猎也不是没得解，它可以独家全部射一。啊！像这样，我要这样锁东西也会不见哦。哇，他不撞欸。他不撞我要怎么办？让你知道何为恐惧。他不撞我是不是就没招啦？不撞我感觉没招啊。应该点这一只哦，可以切它哦。哦，对，可以切它，我忘记了。切它好像死伤还是会触发吗？还是会。好，切这一只。快死了，该切吧，该切。感觉其实可以打这张呢。
这样怎么可能够啊？不知道。可能应该是硬上冒险者啊，因为不上冒险者感觉赢不了。对啊，他前身机会把我们按死，除非我们抽到奇亚斯。剩一滴哦。橘橘。我靠。还是会剩一滴哦，我如果要撞进来的话，就会不止一滴。给我任务。右手的力量，索汉汉德。OK， 谢谢你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再切，等下还是会触发。让痛苦跟我对话。啊，顺序错了。给我任务。未来是我们的。敢当真要这样打赢哦？这可以再多一攻的。他如果可以把这干掉，我们就死了。哦，不行，那我们就赢了。打赢哦！哦，有一些地方有打错，有些地方有打错，没有打得最完美，我还是赢了。搞不好应该留法力飓风。这一副的元素只有四张而已。哦，想使坏我也是。站住！口令神。可以再等一轮吗？让你知道何谓恐惧。像下轮要打什么？打三零吗？
便宜哦。感觉应该是打这个吧，所以我刚其实比较想抽到飞串电五号，比较想抽到另外那个。给我任务。我有他还有一张邪恶针线无赖哦，他解不掉哎、欸。他如果闷过，我们应该，反正就应该输了吧。他这样干脸的话，速度不够快吗 ？OK， 这样速度就够快了。我们要一个哦，咒术师呼唤可以。应该没有其他招吧？对吧？没有其他招，要想办法切到一股嘲讽。我不知道一个嘲讽够不够、啊。哇哦！你应该是死了啦。哦，这样暗闪费用不够，很赞。打的，我输了。或许我们可以 T 三香蕉，然后 T 四任务做一些事。就我们这里应该先点一下吧，因为这样刚好会对到香蕉两攻。他会爆牌吗？应该不会。这样刚好九张吗？杀也不错，
他可以爆我一张哦。法力飓风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这也没有切针，超可惜的。所以下轮是山岭切。还剩一张山岭吗？我应该先打一波法力飓风，感觉啊。让你知道何谓恐惧。我们手上有够多已废法术可以大法师开刷，只是我想要先再把一些解牌挤出来啊，但不确定到底能够做到。这一定会抽那个山岭。让你知道何谓恐惧。要做火球，可是火球又其实也会有点想要跟那个巫师做啊。是没得选啊。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啊，应该先做这一波的感觉。对啊，这样我是会爆牌。九张。沙尘暴。先这样吧。我们只剩九张牌，他其实蛮有可能可以解掉这张的。我有一点后悔没有跟巫师搭配，三张火球感觉有点不够。Oh yeah, baby！ 他没有解了，把他解牌都挤干了。